吃饭啦，红烧肉炖粉条，先来一口粉。哇，压缩也炸不下来。这个粉条是没有任何添加剂、防腐剂的一个红薯粉，赞的。29.99给咱们发五斤。很好吃。超级香的肉，
吃饭啦，红烧肉，再来一块肉，昨天没吃够，今天再来一块。这个大料炖这个肉你们一定要试一下，特别的香啊。19.9发40包，12.9发20袋，这种小包。炖什么肉都好，特别绝炖肉。配料表也很干净，都是些大料。好大的一块肉，thank you。
烤脑花，烤脑花，这个是红烧肉。辣椒油，29.99发12T啊，每T是1000张，嘎嘎好用。好糯呀，上面是生姜和蒜蓉啊，什么一些料。就是那个汁，点盘子的。
没炖好，有点柴，就